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01世界健身房教练，我叫做 Lance。那我今天会为大家示范胸推肌。OK， 那我先为大家示范四到六下的胸推肌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胸推肌呢，可以训练到我们身体的三个部位。第一个是我们的胸肌，第二个是我们的三头肌，第三个是我们的前三角肌。那我们练胸推肌的好处呢，不论你是男是女，就可以让你的穿衣服胸部这边看起来更饱满一点。所以呢，大家应该会很想要来尝试我们胸推肌的部分吧。OK， 那我现在为大家示范我们胸推肌，常常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些稍微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个。只要去压迫，把它转到这个方向平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的肩膀不耸起，不能耸起。第三个，我们的手肘也不会耸起。手肘的部分，让你的手肘控制在你的胸线。好，以上这三个部分是我们一般人在推胸推肌的时候常常出现的错误。OK， 那今天就会我再为大家示范正确的胸推肌的四项。好，那今天就为大家示范到这边，谢谢。